大家好啊，又嚟到咧呢个紫金塔罗解咧预测嘅环节咯噃。咁呢个系咪一个预测咧？我谂咗一阵啦。咁我哋呢排咧做好多互动塔罗啦，因为有好多朋友咧都中意咧互动塔罗里边咧可以拣选，又可以拣选自己嘅属于自己比较针对性嘅答案啦。咁亦都系可以咧揾到一啲对于某一啲特定嘅问题嘅答案。咁虽然咧今个礼拜咧，因为咧2017年咧又到半年过去咗咯噃，系咪啊？六月就嚟完晒咯噃，咁又到七一啦，系咪？咁呢个时候，时间过得好快，成日都讲呢句说话，但系亦都好真，系嘛？唔知有冇人觉得时间过得好慢嘅咧？覺得咁快，咁2017年又去咗半年啦。呢半年大家過得點樣呢？有冇白過呢？一話有好多嘅得著呢？只因自己呢就可能唔喺呢度講，都聽過都知道啦。就今年有好多嘅事情發生，時間過得更加係特別快，不嬲都覺得快㗎啦。我覺得係啦。咁但今年咧有好多事情嘅發生啦。我覺得我嘅成長啦，我會咁形容係級數咁提升嘅，好快嘅。咁我亦都好真確咁體驗得到一樣嘢，就係話咧當嗰、那個嚟到我哋生命裏邊咧係好似壞嘅事情嘅時候啊，其實係真係令到我哋係加碼加速咁樣去到成長嘅咁樣。咁並唔係話我哋咁就要去求一啲唔好嘅嘢發生，點解呢？因為你唔求，佢其實都會發生，係啦。所謂我哋覺得唔好嘅嘢，咁去到慢慢咧，我哋能夠覺得無論任何事情嘅發生，都一定係有佢嘅美意，一定係好事，可以好坦然咁樣，甚至乎係好快樂咁樣，好感恩咁樣去到咧接受嚟到我哋生命裏邊嘅任何事情或者係任何人咁嘅時候，又唔知係咪可以去到另外嘅一個境界啦？我相信會係嘅。咁呢個禮拜咧就有朋友仔咧提出咧，我又覺得咦都係幾好嘅噃，一個嘅互動塔羅嘅題目咧就係關於工作嘅工作壓力咁樣。咁大家對於如果有工作嘅朋友咧，係咪工作都會有壓力咧？無論我相信無論你係自雇人士啊，即係話 freelance 啦，又或者係自己搞生意啦，又或者係出去打工都好，其實咧某個程度上咧，一定咧都會有一啲嘅壓力嘅呵。咁點樣樣可以讓自己咧喺有工作之餘咧係沒有壓力，甚至乎係可以完完全全陶醉喺一個享受的狀態裏面而去到做你的工作呢？這個呢是我們這個禮拜的題目。我覺得這個題目呢，這個朋友仔提得都非常之好。因為我自己見到呢，就說很多人去到工作呢是為錢嘛，是不是大部分的一般的人啦。咁如果你已經是屬於那種不是的，我做緊的事是我的興趣來的，我很喜歡的，咁這個你已經是很好的狀態啦。但是有沒有壓力呢？多數啊，又或者說我見到有些人啊，他已經是選擇自己喜歡做的事去到做了噃，但是一樣有壓力。譬如找不到錢，他已經做了喜歡做的事了，但是找不到或者不足夠的金錢，咁又形成壓力咯喎。咁有啲人咧，佢已經做緊自己中意嘅嘢噶啦，但係咧又太忙喎。咁淨係忙唔忙啊？工作嚟講咧，忙唔忙已經係可以形成一個壓力，或者形成咗大家唔係咁開心嘅一樣嘢。咁呢個其實係個工作有問題，定我哋自己有問題咧？咁咧呢個題目咧，就讓我哋咧今個禮拜咧嚟出三張塔羅牌，請。現在我開始了，邀請至高至善的我們的高我來到聽到這裡訊息的朋友，所有你們的高我和天使大天使 Archangel Michael 所有的大天使來到幫我們除了帶給子欣只是造就人的訊息與說話之外，現在先帶給我們三張牌，建基於我們剛才說的那個題目，就是說在我們的工作裡面怎樣可以輕鬆自在，變得沒有壓力這樣去到面對。
好，三張牌出了了 A、B、C 揀立。好，大家可以看看 A、B 中間是 B 啦 C 三張牌你會揀哪一張呢？針對工作壓力的問題，我們怎樣可以舒緩到自己的工作壓力呢？ A、B、C 好，揀好了了，現在我們就來看看揀了 A 牌的朋友這一隻是什麼牌呢？工作壓力調轉了的太陽，其實你是不是真的那麼喜歡你現在在做的那件事呢？或者你其實最想的是不是就是什麼都不需要做，而去到在一個吃喝玩樂，我很想說，又或者說是休息的狀態呢？如果是這樣的時候呢，你要考慮一下，其實你可能有一個可能性，就是你逼得自己太緊要，你已經將自己逼到去。因為我們其實每一個人呢，你說 我就覺得沒有一個真真正正的懶人的，其實我們都總是有些事在做的，每一個人都是的。就算他，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過，有些老師說的嘛，有問題想不通的時候去睡覺啦，這樣睡覺是一個治療來的，睡覺是一個治療，即是說到你當就算你在睡覺，你都是在做一些事的。所以有沒有一個絕對懶不做事的狀態 的人，其實是沒有的，任何事情任何東西都是有它的作用在這裡的。如果你的狀態是說，我真的很想 去吃喝玩樂，我真的很想去休息一下的話，你很有一個可能性是你已經將自己壓迫到去一個真的要休息一下 的狀態，所以呢，還有怎樣可以呢能夠看得到，你的工作裡面呢，好的一面，這個選了 A 牌的朋友，除了你一個方面就是，對於自己的那種不放過那種的壓迫之外，怎樣可以放低你對自己的那種的push，你對自己的要求，能夠比較在工作上面，能夠比較平衡一些，之外呢，就是你怎樣，可以看得到呢你工作上面的那一個的好的那一面，每一個工作呢它都一定呢有它的好的地方，無論你今天做任何工作，你都是造福緊個社會的，那你又看不看得到呢？你又有沒有去到 appreciate 讚賞，多謝你自己做緊的事呢？我記得呢，最近，有一個老師呢，他就叫我寫一些感恩的時候呢，那一次最近那一次呢，我有一個感恩呢，就是感恩所有工作緊的人，感恩所有工作緊的人。因為我有一個很大的感覺，就是覺得呢任何做緊嘢的人呢，即係真係一種工作，其實佢都係喺嗰個當下呢，佢係造福緊好多人。因為呢我哋的手機啦，我們的台布啦，我們的餐廳啦，我們的地鐵啦，我們的巴士啦，所有這些我們每一天用的東西，超市不在話下啦，是吧？都是有很多很多的人，在背後工作又有啦，是不是？就算我們穿的每一件衣服啦，是不是，有很多很多人的工作而令到我們享受這些東西的。所以呢，我是很感恩，所有是做緊工作的人。你又有沒有去到感恩你自己，去到當你在你的工作裡面的時候，去到讚賞你自己，又知不知道你是造福緊啲什麼方面呢？OK？ 因為這些想法呢，它都會能夠形成了一個呢 motivation， 一個的動力，去到推動你，更加喜愛你做緊嘅工作嘅步。好啦，去到 B 揀咗 B 牌嘅朋友，今日咧我哋呢個空間咧，因為我可能係因為我閂咗個冷氣，完全咧係一個咧係咁樣嘅感覺嘅狀態，所以我頭先咧。
有幾次咧停頓停頓咧，我覺得好奇怪啊！這個空間好好壓迫，有啲壓迫感啊！這個空間今日嚇咁，但係咧，我從將我當我講咗佢出嚟之後咧，咁就希望有一啲嘅流動咧，能夠轉變咗呢一個嘅狀態。咁亦都請我哋嘅天使咧嚟到淨化我哋呢個嘅空間，係啦。任何嘅負面嘅思想嘅做緊負面思想嘅人嚇，唔該帶走你嘅負面。只是給出讚賞給我們這個空間讚賞讚賞好了選了 B 牌的朋友呢咦好得意喔他是 Lovers 我剛才揭一揭看到呢如果是 Lovers 呢情侶的話呢即是說你有沒有選第一個問題就是你有沒有選對工作啊你是不是知道你自己喜歡什麼東西而有一個可能性就是呢你沒有去到給你自己去做你喜歡做的事噃。選了 B 牌的朋友反過來就是說因為呢 Lovers 這隻牌呢我們有史以來都知道了它除了有一個可能性真的在說情人、啊、愛人之外呢其實它也在說自己的不是 Lovers 不是 Love 是 Lover L-O-V-E-R-S、啊、不是這張是 Lover 即是六號牌係啦，咁咧唔係呢張喎，大會係 lovers 啊嚇，兩個人咁嗰張正確係啦，呢一張喎，咁咧我哋就知道就係話咧，情人咧其實佢就講緊咧我哋自己嘅男同女，我哋都知道啦，每一個人都有我哋嘅 masculine 同埋 feminine 嘅兩邊啊嘛，男性同女性嘅能量，我哋每一個人都有嘅，我哋呢兩個方面。的契合就是剛才你們看到的那個圖裡面 那張牌裡面所以呢如果我們今天的題目呢是講緊工作的時候呢其實就講緊你有沒有一個 perfect match 你有沒有 match 到你其實真正的、你的 talent 的工作呢、嗯、如果選了 B 牌的朋友呢其實你的問題可能是要真的重新去檢視一下你是不是、首先 我會建議你首先去看回你自己的 talent 你的最大的能力你的長處是什麼東西、啊、如果真的要再深入一點去看的話其實、看 talent 那方面就是有些什麼東西你用少少力你就做得好過別人的OK， 不是多多力但我都做到不是那些、哦、我用少少力而已我就做得好的人的了每個人都有這樣的東西的是的你的是什麼東西呢好那呢從這個方面去找回其實你自己的那個長處是什麼東西然後呢看一看你現在做的工作裡面用不用得著又或者有沒有其他的更加能夠發揮到你自己的最大的能力和你的長處的一些工作好了快點了我們 C 牌了選 C 牌的朋友工作 Breakthrough 啊很明顯了 Breakthrough 有隻馬跳出來這樣、即是說呢如果說怎樣減低工作壓力的話呢你要有一個的突破、哦、甚至乎呢如果是、由拿一個長假去到 quit 了現在這個工作你現在回來找我子欣你教我辭職沒錯 Breakthrough 呢就真的 要跳出你現在這個狀態如果你現在這個狀態呢是真的那個工作呢、很大很大很大壓力的話呢你真的要放慢腳步呢丟下手頭上的東西去到感受一下想一下其實為什麼我會在這個狀態裡面為什麼我會將自己放在這裡的呢你需要跳出來了是啦第一步就是先停一停真的感受清楚我為什麼現在會搞成這樣即是講緊話，哦，好大壓力啊，咁啊，我點解會搞成咁？係呢個工作嘅問題啊，定係我自己嘅問題咧？哦，咁咧，如果揀咗 C 牌嘅朋友咧，兩種情況都有，有嘅係因為你自己嘅性格。如果你嘅性格仲係咁的話咧，無論你轉咩個工作咧，其實你呢個壓力咧都一樣係會喺度嘅。亦都有一啲嘅朋友咧係工種啊，你揀嘅工作其實真係同你自己嘅特點咧係唔係最發揮到你嘅特點，亦都唔係你最喜歡嘅工作嚟嘅。你最喜歡你自己喺。的一些的狀態來的，那這些的種種方面，你有沒有去到
深入去睇一睇。點解你會將自己擺在呢度呢？嗱，點解我呢度咧又演繹多咗少少咧？啊，最後嘅啦，好快，就係咧，因為我自己都曾經經歷過，都係最近呢段時間嘅啫，係啦，就係、是、當我發覺我喺我工作上面好唔開心，甚至乎咧係覺得好受害嘅時候啊，那個受害接二連三咁嚟到嘅時候。受害啊，即係自己覺得自己係受害者嘅時候，當我受害接二連三嚟嘅時候咧，我就問我自己啦：點解我要將我自己擺喺一個受害者嘅狀態呢？因為我哋都知道，你遇到嘅嘢，你遇到嘅事情，有啲咩人點樣對你，你喺咩嘅狀態，都係你自己。我lay back啲講啦，唔好太過即係。極端地講啦，就係、是、你當話你都有份將呢個狀態創造出嚟嘅，係咪你擺喺自己呢個工作裏邊嘅先？係啊嘛，係嘛？咁你有份創造出嚟嘅時候，點解你要擺自己呢個狀態呢 ？OK， 你咁樣樣去到感受一下，你係會你要揾到啊，係點解你要擺你自己嘅狀態 ？OK， 因為咧，同埋要好坦誠咁去面對。OK， 人咧好奇怪嘅。如果你是很慘的時候呢，你要問自己為什麼我要令到自己很慘，你要這樣問自己。因為一般人都會說，唉，真的那個人呢，即是那個人怎樣對我，那個人怎樣對我，那個人怎樣，即永遠都是手指指，是吧？指一出去，手指指出去。OK， 但其實真相呢永遠都不是因為外面的嘛，是吧？你來得聽這個節目的，你都會知道明白，真相就是，是你自己擺你自己的狀態。咁好啦，就係、是、話，如果你係覺得好受害嘅，即係話你創造你自己成為一個受害者，即係話做一個受害者，咁樣你又可以繼續問自己啦。咁做一個受害者，或者話好慘，我好慘，譬如你而家好慘啦，你嘅工作我俾人蝦咁先算啦。俾人蝦對你嚟講有咩好處？如果你翻工係成日俾人鬧嘅，你要問自己，俾人鬧對我嚟講有咩好處？如果冇好處，你不會擺自己在那個狀態，明唔明白啊？好啦，由呢些方面咁繼續去找點解你要擺自己在那個狀態裏邊咧？認領翻是你創造了而家呢一個嘅狀態嘅，咁從而咧嚟到讓自己有一個喺呢個坦誠裏邊啦。當你真係睇到嘅時候，原來咧做俾人鬧嗰個咧，永遠就係有人可憐嘅，咁我咪有人錫咯。譬如我只係打個比喻，咁樣去到揾翻嘅時候咧，咁你就能夠解拆到嗰個狀態，能夠從嗰個受害嘅狀態或者係被壓迫嗬壓力啊嘛嘅狀態裏邊跳翻出嚟噶啦。多謝大家收睇，希望大家咧都係一個無壓力嘅狀態裏邊工作啦。拜拜。经错过我哋精彩嘅节目，而家上嚟呢个网址就可以订阅晒我哋八大频道。付费之后仲可以重温晒所有精彩嘅节目。记得要订阅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同埋赞好我哋嘅 Facebook 专页啊！